好大。嗯，那音乐声音好大。嗯，什么情况？喜欢你怎么办？我也喜欢我自己。你比一开始看着成熟了一点，成熟了一点。前路无可避免，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。其实从从前，从从初始真实。咱们先点点赞嘛，才70000的点赞，咱们这个点赞是不是有点少？如今走过这世间，光喜欢没用，娶不起。那就不娶了呗。欢迎滴答滴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欢迎红哥，欢迎神秘人，欢迎。我说的，我瞎说的，我瞎说的。爱是个亲情，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。再次看到你，为了晨光里笑得很甜蜜，从前初识的时间，你。怎么也得给机会呀、啊、这机会给不了，这机会肯定给不了。山西最好看的我算不上，真算不上，最好看算不上。身高150，身高150，体重150，那你是个正方形的人吗？看看就行了。嗯，小仙女晚上好。你怎么不连耿耿啊？我俩刚打完，我们刚打完 PK 呀、啊，你来迟了，来迟了，来迟了，来迟了。再打一把，别被别人。不想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为笑话。我终于挺喜欢你的，但是可能和榜一有差距，不理我呀。我也喜欢我自己，我也喜欢我自己。好的。你去吃吧，你和耿耿一起聊聊天。哎，聊啥呢？没啥可聊的，没什么，不知道聊什么。真的挺喜欢你的，我也喜欢我自己，真的，我也真的挺喜欢我自己的。谢谢你支持。